诗雅起床啦！诗雅起床啦！接下来要开演唱会了吗？对啊，我都没有抢到票呢，刚售票我就去买了，可还是没买到。哎，快看快看，那姐姐好漂亮啊，皮肤好白啊。演员还是模特啊？吸血鬼，你小声点儿。你就说我形容的对不对吧，不是一般电视里都这么演吗？也许真的存在呢。对啊，你看她好漂亮啊。打扰一下，我虽然漂亮，但是我不吸血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们种族早就进化了。这姐姐没事吧？我们走吧，快走吧。啊，虽然长得好看，可惜是个疯子。什么疯子？我本来就是吸血鬼啊！